日前，2013年度全国极限特技大赛暨功夫足球队冠名招商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作为一项风靡全球的新型极限运动，极限特技在国外被称为 tricking， 它是由武术、体操、巴西战舞、跆拳道、街舞、跑酷以及各种表演形式的难度动作结合而成的新型运动。本次极限特技大赛规模庞大，不仅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极限特技团队，而且还有港澳台的团体及个人参赛。中国功夫足球的创始人孔德宝表示，举办2013年度全国极限特技大赛，旨在为国内极限特技的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同时也是为中国功夫足球队全面提高队员素质、培养人才奠定基础，为功夫足球队迪拜表演赛选拔优秀特技队员，并希望中国功夫足球队能在不久的将来发展成一支更加国际化的队伍，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